各位早晨，主内平安。踏入了十二月第一个星期，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圣诞节快到了。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就是纪念到我们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世上，为要救赎我们世上的人。就让我们今天存着感恩敬畏的心，来到用诗歌歌颂我们这位永活的真神。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荣耀至爱大主宰，奉献生命在主面前，如同花朵向日开。就我以云罪恶有敬，恨求救主圣心情，万福自愿永不知足，是下光点满我心。
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在小城小伯利恒，你是何等情情，无梦无惊，心心睡着，群星朝烟进行，在你漆黑的街道，永恒真光照耀，万世希望众生休憩，今宵集中于你。求伯利恒之星婴孩现在迎福光临，驱除我追进我胸怀，今日生于我心，我听圣诞之天使宣告大喜讯息，求在我心永远长住，我主已马来临。弟兄姊妹，我哋同心祈祷。亲爱天父全能嘅上帝，你的确系掌管天地嘅大君王，你坐着为王。喺呢个星期呢、这个主日，我哋全世界嘅认识神你自己、认识主耶稣嘅人都会将我哋嘅祷告、将我哋嘅敬拜呈现到你自己嘅面前，愿意你自己真系能够俾我哋去敬拜你嘅时候，就得到你自己当得嘅荣耀同埋颂赞。主要我哋知道呢个世界仍然系喺个疫情成个嘅情况底下，我哋大家都仍然有好多未知数，亦都有好多嘅恐惧，有好多嘅不便。主要愿意你喺呢个时间里面继续赐福俾我哋，继续嘅保守我哋，亦都特别嘅恳求你纪念喺前线嘅医护人员为我哋去打呢场仗嘅时候，愿意你额外嘅保守佢哋。我哋都为到喺屋企，特别系独居嘅长者，愿意你一方面保守佢哋嘅安康，另一方面都俾佢哋心灵里面有平安，以致佢哋唔会感觉到孤单孤独。愿意神你嘅爱加倍嘅临到佢哋当中，能够俾佢哋感受到神你个爱嘅甘甜。主啊，我哋喺呢个月份里面，我哋有继续嘅盼望，我哋能够造福到呢个世界，能够喺你透过我哋嘅手，能够可以祝福到其他人。虽然喺疫情底下好多我哋有好多限制，但神啊，你嘅恩典够我哋用，愿意无论喺国外嘅、海外嘅一啲嘅计划，好似 Compassion Canada 呢个嘅助养儿童嘅计划或者系我哋喺我哋社区去支持呢个 King Village 嘅一个计划，呢啲都系你俾机会我哋嚟去流露神你俾我哋嘅恩典。愿意你就俾我哋好好把呢个嘅机会，特别藉住十二月呢个月份将耶稣基督降生呢个大好嘅消息同埋呢个福音就透过呢啲福气去俾我哋去传开去。主要愿意你自己都恩待为到我哋继续落去有嘅敬拜讲道愿意你自己都帮助我哋能够去同心嘅，可以去经历到神你自己的实在，亦都能够聆听到神你自己的说话。
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今日的经文是出自《路加福音》第一章26至38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甚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今天有五位徒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将时间交给他。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记得我以前工作的公司，去到这个时间，公司有一种很特别的、很愉快的气氛。那是什么气氛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叫做圣诞气氛。那么我们公司里面的布置啊，那些装饰啊，甚至话题啊，一些甚至的香味呢，都很有圣诞的气氛。而这个圣诞的气氛里面呢，还包括了一样大家很重要很期待的一件事。是期待什么呢？是期待着呢公司会派给我一张通告。什么通告呢？这么重要，大家这么期待的呢？可能有弟兄姊妹都知道，可能都经验过，就是一张几时会放圣诞假的通告。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圣诞假期是代表
一個休息啦，可能你覺得期望啦、等待啦，甚至可以去購物嘅會。而幾時放假，或者可以放多幾日假咧？會撞到星期五六日嘛？講開放假放多啲咧，而令啲同事覺得最感恩，甚至係最得人心嘅老闆咧，就係、是、決定咧24號咧會唔會提早放你，或者甚至24號咧唔使嚟翻工。所以呢個世代而家都以假期嚟代表咗聖誕，期待嘅係假期，將要來臨嘅係假期。他們的心裏面得著的都是假期。同時這段時間呢，在我們聖誕之前的四個星期的主日呢，我們的基督宗教的禮儀年曆裏面呢就叫做將臨期。而這個主日我們已經開始了將臨期。而將臨期代表什麼的特別的意義呢？會願意今天我們所選讀的經文，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節，就帶我們認識將臨期的獨特的意義。天使加百列對瑪利亞預告了一件事，是帶來世界的改變，改寫了世界的將來。並且瑪利亞作出一個很獨特、具有心思和勇氣的回應，不單止改寫了瑪利亞的一生，同樣這個獨特意義的信念一直伸延到今日，為我們這個世代的基督徒帶來的是信心、盼望和勇氣上面的屬靈學習、成長和更新。願意今天我們透過天使對瑪利亞所預告的事情，我們看看這個將臨期所帶給我們的獨特意義。這段經文開始的時間就講緊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派去到加利利一個城鎮叫做拿撒勒，去到一個叫名叫瑪利亞的女子裏面。瑪利亞是一個已經許配大衛家名叫約瑟的人，而從神而來的天使加百列向瑪利亞問安，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在這裡可能我都會首先看一看，問一問神所差派天使去報信的地方，瑪利亞所住的加利利的拿撒勒究竟是什麼地方呢？而上主所揀選被稱為蒙大恩的女子，這個瑪利亞究竟是誰呢？根據一些考古資料和聖經的記載，原來這個蒙大恩的女子瑪利亞不是住在猶太人的首都、宗教首都聖城所在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猶大全地一個中心點，耶路撒冷是幾百年來神揀選作工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聖城是城中的中心，是神的居所，他向神子民所顯現的，和他子民所交往的地方。但是我們看看加利利是一個什麼地方呢？加利利在很多世紀來說都是一個受人輕視，早在舊約以賽亞的年代都出現這個情況。在舊約以賽亞書的記錄裏面，加利利是一個外邦人生活居住的地方，猶太人提到加利利的時間都有一種的輕視在當中。而到耶穌這個降世的年代，加利利是分封的希律王統治之下，境裏面充滿著外邦人的文化、風俗、宗教、偶像廟宇。因此猶太人對加利利都是有一種生活得格格不入的，他們對加利利心裏面都是帶著那種輕視。但神卻差派使者加百列往加利利這個地方去，而天使最終去到目的地就是拿撒勒。拿撒勒是什麼地方呢？拿撒勒在耶路撒冷東北大約70里的地方，是往耶路撒冷東加條路必經的站。而拿撒勒本身在一個山坡上面，山腳下面就是連接了推羅西頓和耶路撒冷之間一條大道。這張照片是現在的拿撒勒城的景象，它可以表示個山形在山上面。而沿著這條大道行的時間，當中有些羅馬的軍人，有些希臘的商人、行旅，甚至有些猶太人的祭司。很多人以往都覺得拿撒勒是一
是一个可能很小的城镇，可能到三千人口那么上下。但根据一些考古资料来讲，当时拿撒勒的人口其实已经至少有12000人，它是其中一个城镇。在地理上的位置的关系，罗马兵丁在那里当中会过夜，希腊的商人在当中就会有客旅投宿。所以在文化、宗教、民族生活上面都混杂了在外邦人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拿撒勒是一个这样的城市。而另一方面，我们熟悉对拿撒勒的描述，就是《约翰福音》1章46节，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腓力去找到这个的拿但业，向他介绍耶稣的时间，他怎样说？拿撒勒的回应是怎样呢？拿但业回应又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么？拿撒勒说这句话的时间，他站在一个很熟悉这个地方的情况来说，因为腓力来自伯赛大，而拿但业来自加拿，都是拿撒勒附近的城市。并且耶稣形容拿但业，我是一个没诡诈的人，直率的人。他说的说话表示他明白拿撒勒在什么地方，他的名声是怎样。但天使却是被差派去到拿撒勒这个地方去报信。而另一方面，我们看一下，玛利亚这个女子是谁呢？玛利亚当时是一个很平凡的名字来的，在新约当中可能已经有6个的玛利亚出现，而她没有家谱、家族的介绍，她没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没有一个背景、家世。我勉强可以说，她有一个亲戚叫以利沙伯，是亚伦的后代，并且她和一个叫大卫家的人有了婚约，所以她是一个极平凡普通名字的。她不是来自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她没有一个很显赫的家谱身份，甚至她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宗教虔诚的群体当中。这个很平凡的女子，平凡得好像你和我一样，生活环境处境都像我们大部分一样。但我们可能会问，这样就会是被上主所拣选蒙大恩的女子？或者我们可以想象，连玛利亚自己都有这个问题。所以玛利亚就这样心里面，因为这个的话，她就很慌惊慌，又反复思想这句问安的意思。新译本形容她是紧张慌张不安的。加上来紧天使对玛利亚宣告一件事。天使对玛利亚宣告什么事呢？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已在神面前，你已在神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家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天使对玛利亚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你所蒙的恩就是你要怀孕生子，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个就是天使所说蒙恩的事。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对玛利亚来说，这个是一个很惊慌的事，更是一个蒙恩的事呢？或者呢，妇女怀孕生子是一个很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可以稀奇。但对一个只有婚约还未出嫁的女子来说，这个就很不简单。我们要知道，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未婚怀孕产子是对夫家一个很极大的羞辱，不只会被休妻休了她，最重要的，当时根据摩西的律法，在生命记22章21节所说，因为这个不洁净不贞洁的女子将被人拎出去，去被石头打死。对当时社会的玛利亚来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蒙恩的事呢？被拣选蒙恩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吗？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天使说的，在神面前已经蒙恩出现什么地方。原来这个说话曾经出现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6章当中，
第六章讲是关于挪亚的故事，是耶和华神对挪亚讲，就是耶和华见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思想都是恶事，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里很忧伤。耶和华讲，我要将所做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并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做他们后悔了。而第八节是讲什么？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神面前是蒙恩的。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事呢？接着我们看见的是神吩咐挪亚，他说你要用歌飞木做一只方舟，跟着我要用洪水灭世，我要和你立约建立新的世代，你得你的家得以存留。这个巨大建造的方舟，它是建造在陆上边，在建造过程它还要收集不同的牲畜。在神面前蒙恩的挪亚，在人眼中要行的事是一个可能不寻常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事，可能在几十年几个方舟当中可能是收集其他的牲畜，在过程里面可能日日都可能是阳光普照，可能雨都无一滴落，更何况所讲的洪水呢？会但廿二节所讲，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着行。我们看见玛利亚、挪亚都在神面前是蒙神蒙恩的神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就是被神所拣选被神呼召来承受主的使命托付的人。可能有些时候上帝的拣选上帝对人的托付使命可能并非按世人所期望的所认定的标准规范行事和出现，又或者并非按照人的自己的意思，甚至有时来得是不受人欢迎，并且可能在进行上帝托付的使命的时候所遇见的情况处境甚至结果不是我们想象过的，但是当中却带着的是神的使命。在向中国宣教的历史上面有极多的外籍的宣教士，他们受神的托付受神的使命来到中国去宣教，对这班人在国里面是受高深的教育，经过几年的训练装备，跟着经过几个月的海上的行程，他来到中国，但他所遇见的呢不是人所估计想象甚至所期待。有一个宣教士名叫加可仲，是一个英国的医疗宣教士。加可仲他来自一个基督徒宣教的家族，他就读的剑桥大学里面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并且他很热心侍奉学生团契的一个的主席，他奉献成为一个宣教士。当他成为宣教士的时间，他申请来中国，咁正啱嗰陣時，佢哋個醫療機構想喺中國嘅沈陽咧開一間醫院，所以呢個嘅宣教士佢就喺同年1910年嘅九月咧，就開始起程預備去呢個嘅沈陽。經過一段時間行程，兩個月多啦，佢11月14日咧就抵達咗沈陽。同期咧係1910年。到1911年的时间，东北地区就发生了一个鼠疫。当时加可仲已去到这个地方去侍奉，他在一个防疫站工作了大约10日之后，在1911年1月24日他染病，不是很久，很快的一日之后，在1月25日他因为这个病而离开这个世界安息主位。加可仲这个宣教士在沈阳的这个医疗宣教工作了仅仅是10个星期，2.5个月多一点。他计划当中要开办的医院，他的教学都已经未开始的时间，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已经为主耶稣为拯救中国的生命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侍奉了可能是10个星期，他
佢離開嘅時間係年僅26歲。咁但係故事係咪咁樣完呢？上帝嘅使命係咪就咁樣停咗落嚟啦？當地嘅政府因為咧，真係宣教士嗰種嘅熱心、嗰種嘅奉獻，佢深受感動，佢捐出大批嘅撫恤金，同時間家人將全數嘅撫恤金咧捐贈出嚟咧，成立一間叫奉天醫療大學，去栽培當時未來嘅中國醫生。咁又為咗往後嘅10年會再爆發咗個瘟疫咧，定下咗一個防疫嘅基礎。呢啲宣教士係蒙恩嘅宣教士，佢哋接受上主嘅托付、上主嘅揀選、上主嘅使命，佢哋去作成上主所交託俾佢哋嘅托付，為後世代嘅人咧帶嚟嘅祝福。好啦，我哋睇翻呢個蒙恩嘅托付係一個咩托付？呢個懷孕生子係一個咩嘅托付咧？會天主講。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被尊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把他的祖先大衛的王位賜給他，他要統治雅各家，直到永遠，他的國沒有窮盡。耶穌是誰？耶穌這個名字是希臘文，而猶太人的名字耶穌，希伯來文意思是約書亞。約書亞是什麼意思？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稣是耶和华拯救，并且呢他要为大，新译本的译法呢译他为尊称为大，他要尊称成为伟大的、宏大的，是受人尊重敬拜的。这个描述呢在教育当中呢是用在上主的身上，我们看见诗篇48篇1节所讲的，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在诗篇86篇10节，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除了他要为大之外，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在旧约当中是对神的尊崇，那种赞美是无可比拟的。所以至高者的儿子同样都是无可比拟，是带着大能力的。耶稣要承接大卫家的王位，他要管治以色列这个地、这个地、这个家、这个国，他的角度是无穷无尽，不会被更替，不会被改变。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什么信息？这个是一个旧约先知马拉基以后，上主沉默了400年之后的信息，带来的是上主对以色列人那种的应许应验的来临。这个是上主尼赛亚的来临的信息，是一些曾经被分散、被流亡、被亡国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待，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最渴望期待的应许的来到，是上主的儿子进到人间，上帝的应许来临，是代表着上帝公平、公正、公义的管治角度来到，战胜了地上面管辖的权势，不再被逼迫，不再被管制，以色列得着释放，得着拯救，大荣耀的角度盼望临到在当中。弟兄姊妹，玛利亚面对这个的经历多个世代的等待，一个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巨大、重大盼望、重大拯救意义，一个很荣耀的托付。面对这个情况的时间，玛利亚会怎样去选择呢？或者我们尝试想一想，我想问我们自己一些基督徒，当基督徒遇上这些情况，我们会怎样反应呢？有些基督徒会怎样反应这个上主的托付呢？可能都认为上主的应许来到是好的，对人的拯救都是好的，或者我们成全使命成为主的门徒都是好的，
一切好当中，梗系要问嘅系，如果要付上嘅，可能系玛利亚所付上嘅风险，咁样好唔好咧？会，又或者会唔会问我哋个个都似玛利亚咁平凡噶啦？咁不如你拣个第二个啦，可以会。又会唔会我哋都唔会拒绝嘅？会，但系我哋会讲下条件啊，可能。不如試下咁樣啊，可能呢個方式會好啲喎，或者可能唔使咁樣做嘅，咁樣都 OK 嘅，或者試下其他方法啦咁樣。呢個可能有啲基督徒嘅反應，但我哋睇一睇瑪利亞點樣去回應咧。會，瑪利亞就對天使講：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回事咧？會，瑪利亞唔係話唔得喎，瑪利亞係我冇出嫁。怎麼有這回事呢？或者我們再細心一點想一想，我們再看一看，瑪利亞不是在拒絕，瑪利亞反而在問了一個很有心思、很有意義的提問。瑪利亞有一個求問在當中，瑪利亞有一個求問，她什麼求問？這個是一個能夠讓人心思得更新、信心得建造的一個求問。他求问的是什么？他求问就是说，这不可能的怎样会成为可能？这不可能的怎样会成为可能？天使怎么答这个提问？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以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荫庇是什么意思？荫庇，如果你看回在旧约里面出现过的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40:34，当时有云彩来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这样充满了帐幕。这个是其中一个荫庇带给我们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能力临到充满。另一个是当新约耶稣基督登山变像的时间，在登山变像的时间当中，突然之间有说话来到，突然之间有这个云彩，一个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当中有声音和云彩出来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就是荫庇都带给我们一个景象。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荫庇来到，这个就是不可能怎样成为可能。不可能怎样成为可能，就是上帝亲自的介入，上帝的能力的临到，上帝的作为，上帝要动工在当中，亲自动工去成就应许，这个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思。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不可能成为可能，耶稣基督以独特的方式进到人世间，耶稣的诞生就是上帝亲自介入来实现。这个不可能怎样成为可能？天使带加百列再看，加比再带玛利亚再看，带他看就是，看啊，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的时间又怀了男胎，人称不能生育的，已经怀孕了6个月。对当事人来说，不能生育是一种羞耻羞辱，而年老的以利沙伯他来的怀胎是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得成就，是上帝亲自的介入，将人认为不可能除掉的困扰、羞辱、没有盼望的盼望能得着扭转，人生的负担、重担能够重新得着改变。这不可能怎样成为可能？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如果用新汉语译本，在注释版里面其中一句说话再译的时候，
他说因为对神来讲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因为对神来讲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在神眼中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神愿意去介入。然而同时间我们看到上帝同样拣选人来承担这个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呼唤和托付。去到38节，玛利亚最后的回应，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称自己为主的使女，新译本译她为一个的婢女，她是一个仆人的身份。玛利亚心思不是很复杂，她带着一个很简单真诚信服的心，但她凡有一份勇气，是勇气。我们信仰上面的成长，我们的改变承担同样都需要勇气。然而这个勇气的来源是我看见应许，就是圣灵会临到，至高者会荫庇。所以很多时候蒙福不是单是指神的拣选呼唤，同时间我们看见都是人以信心和信服来回应的。当我们看下去，我们看见是当玛利亚她听见这个消息的时间，她立刻走去山区找她的亲戚以利沙伯。当以利沙伯见到玛利亚的时间，经文说，她说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都是有福的，我相信的女子就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从以利沙伯所讲的这个的圣灵所感召，我们看见玛利亚是一个蒙福，同时间同玛利亚所讲的尊主众，我们看见玛利亚信心去明白这个蒙福的意义。但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乃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圣诞就是耶稣基督以一个很奇妙独特的方式进到人间，是人意想不到的，是人认为没可能的事进到人间。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光来到世界当中去驱除黑暗。圣诞就是上帝介入实现救赎的计划，是上帝应许应验的庆祝。圣诞就是你和我每块估计时间到了，上帝的能力需要展现的时间。圣诞就是上帝将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就是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能实现。圣诞就是上帝期待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以他的心思来回应上主。这个将要来的圣诞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圣诞，但有一样不变的来临，就是我们迎接上帝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圣灵的能力临到，上帝的介入，将不可能的事从神而来的应许得到成就。这个圣诞可能在我们面前所面对的，或者我觉得有些问题很大，大到我们觉得解决不到，是觉得没什么可能。可能我们能够做的，就让上帝介入在我们当中，让上帝参与我们的生命、家庭的困境、一些身体的情况、人际的问题，甚至一些我们不愿意、不想去触碰的事，就让上帝去介入一切的困境、一些的悲伤、一些的无助、一些的孤单，在心灵困境之处，上帝的介入带来的就是盼望。或者有些人都会问，上帝的介入会不会一定好像神迹般的出现，会将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呢？或
或者我试下咧，从一个嘅故事去俾我哋一啲嘅启发性。这个故事可以带俾我哋一啲多啲嘅思想。故事话咧，有一个工人咧叫阿 Joe， 阿 Joe 其实一个建筑工人嚟。在很多年前咧，佢工作嘅时间咧，佢遇到意外，佢戒咗唔见咗两个指头。康复之后咧，就变成呢张咁嘅图画。佢工作冇咗两个指头，佢好唔开心。一来觉得好介意变成咁样，觉得好似人哋睇唔起佢，觉得自己好似残缺咗。佢好介意俾人见到佢只手，佢觉得困扰。成日喺度谂点样可以得翻呢两个指头咧？会佢喺度谂紧，系咪要等神迹出现先能够生翻呢个指头出嚟咧？佢有时好失望，有时喺度继续嘅谂，继续嘅奇问、求问，继续喺度等候，等候帮助嚟到，佢祈求翻呢两个指头能够翻翻嚟。终于有一日咧，有人嚟帮助佢，系将呢两个指头咧。是带回给他。那这个是不是上帝啊？是不是天使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原来呢，有一个人呢，听到阿Joe的故事，他就来帮阿Joe。他是谁呢？能够可以带回两个指头给阿Joe呢？原来呢，他是一个的美容师。他就是这样呢，帮阿Joe在他的手指上面呢，纹了两个的指甲上去，这两个的指甲就为这个指头带来一个很真实的重现。这个不是一个神迹的故事，但是让我们明白，不可能的可以成为可能的，可以是上帝启动人的心，圣灵激动人的心去行事。今天都让我们怀着这个的心态、心意，我们怀着一个主啊，这不可能的，怎样会成为可能这个信念去求问，来迎接这个圣诞，让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一个卑微的侍女，我们愿意以信服、信心来回应。求主使用我哋，让我哋成为呢个不可能嘅可能。愿上主去倾听我哋嘅心。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哋一同祈祷。万军耶和华，我哋多谢你，因为圣诞就系上主你自己亲自介入我哋当中，就系让那个认为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上主，愿你自己亲自的施恩，让我们众人看见的，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以玛利亚一样，以这个信服信心去回应，让主亲自的让我们真的回应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呼唤，去成就主你自己的心意。祷告祈求仰望奉靠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阿们。愿你来陶造我，使我在。
好，弟兄姊妹，而家是主餐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已经预备好饼同埋杯，我哋仍然在屋企里面，我哋一起嘅去透过饼透过杯去纪念我哋主耶稣为我哋所做的一切。在未领主餐之前，请听我读出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至到二十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段经文呢，很可能是初期教会的一首呢基督的颂歌颂诗，述说呢基督呢是个身份和呢对世界的影响，整个世界都是藉着他做，靠他做，亦都是呢被他呢维系着。我们十二月一般是教会传统呢去纪念主耶稣降生的一个的月份。但我们知道，如果耶稣只是道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但没有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意义就不大。因为我们感谢主，最终呢走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为我们赎我们的罪，并且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成就了救恩，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盼望。盼望呢，当我们拿着个饼拿着个杯领受的时候，我们真的想清楚，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是不是好像这段经文那样，凡事以耶稣基督居首位，摆耶稣在前面第一位。另外在我们的教会生活，虽然今天在网上聚会，但仍然我们是不是摆耶稣在首位，在第一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是你的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拯救全人类，使到全世界与神你自己再一次的和好。愿意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去用这个饼这个杯一起去纪念的时候，我们记得神你是拯救了我们，以致我们整个教会普世的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仰望主耶稣，我们凡事以主耶稣居首位。当我们再一次去思想的时候，愿意你真的给到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奉基督耶稣圣名祈祷，阿们。这个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写的，愿意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去领受。这个杯所盛载着的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愿意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去领受。我们再一次祈祷。主耶稣，愿意你的爱继续的激励我们，每一日的我们跟随你，每一日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生活上面，仍然以你居首位，以你作王。主啊，愿意你的灵继续的加添力量给我们，过每一日的生活，特别在疫情底下，继续能够有信心、有喜乐、有平安。奉基督耶稣圣名祈祷，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哋而家喺疫情底下咧，繼續咧，我哋都可以咧，衷心嘅去奉獻。講過好多次噶啦，教會而家有唔同嘅渠道俾大家去奉獻。大家可以咧郵寄或者咧攞你嘅支票，翻到嚟咧，擺喺咧奉獻箱裏邊啦。亦都係咧，可以e-transfer 啦，同埋用 PayPal 啊，咁所以咧，大家有唔同嘅途徑咧，可以咧係奉獻翻到嚟教會咧，支持神家嘅工作。咁我哋為到咧，我哋收嘅奉獻咧，再一次嘅禱告嚇。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喺疫情底下，你仍然俾我哋有温飽啊，仍然俾我哋有豐足。主啊，願意你喺呢段時間繼續嘅去激勵我哋。可以忠心的、犧牲的、感恩地去奉獻，以致神家有糧，能夠繼續做福音的工作，亦都以致教會有能力去祝福我們的社區，祝福這個世界。願你給我們的領袖，我們眾人，真是有智慧的去運用這些金錢。奉基督耶穌聖名祈禱，阿門。好，弟兄姊妹，首先在這裡多謝教牧同工同埋咧其他嘅侍奉嘅團隊咧，喺過去一個月裏邊咧，忠心嘅侍奉啊，因為咧我放咗一個月嘅研修假期咧，專心寫書啊，其實已經要交稿噶啦，不過因為疫情嘅關係咧，自己嗰個嘅寫作咧個進度都慢咗啊，咁所以就即係攞咗一個月假啊，咁都幾好啊，即係可以寫咗咧三章啦。我嗰本書嚇，咁嚟緊咧，對唔住啦，因為咧我仲有啲年假未放啊，咁所以咧，今個主日之後咧，我又有兩個星期咧放埋我嘅年假，咁希望嗰個年假裏邊咧可以寫多少少。咁我其實咧就透露下計劃啦，即係我希望可能出年咧都會唔會褪到咁後攞個研修假期，可能咧會年中間到咧就攞埋個研修假期咧，希望可以完成咧呢本嘅著作。咁再一次多謝教牧同工咧，同埋其他嘅團隊忠心嘅侍奉嚇。有幾項嘅報告咧，同大家提一提。崇拜之後咧，歡迎大家再嚟到有傾有講咧，可以大家傾下偈問候下。你入嚟五分鐘都可以嘅希望大家都試下。咁另外咧，我哋繼續咧有中環天地嗱，仲有兩次咋，如果唔嚟咧走寶啊，咁所以咧，嚟緊呢次咧，繼續係咧，講祭祖與孝道。之前幾個禮拜前講咗上集，而家講埋下集，咁希望咧大家嚟一齊咧去傾下偈同我哋教牧同工同其他弟兄姊妹一齊交流一下。繼續咧，大家可以咧喺網上邊咧，每個星期咧，我有一個短片同大家分享嘅，牧者心聲，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喺日間嘅時候咧，另外有一啲咧屬靈嘅信息嚇，俾大家咧去牧養大家，咁鼓勵大家咧可以去睇聽嗰啲嘅信息啦。星期六上晝繼續咧，我哋有祈禱會，9:00至10:00，咁咧好容易嘅啫。你去到教會嗰個網頁咧，落到去底，咁就有個 link， 你一撳咧就入到去喺 Zoom 度咧，我哋一齊咧可以有分享、有祈禱嘅時候。我哋依個月因為係12月啦，咁所以我哋咧繼續有咧聖誕前嘅敬拜嘅啊，舊年我哋一齊翻到嚟，今年咧就難啲啦啊，咁所以今年咧我哋咧就會喺網上一齊，咁我哋咧都好感謝咧一班嘅同工，特別係影音嘅同工啦，同埋咧係即係侍奉嘅，即係係敬拜嘅同工，咁咧好辛勞嘅幫我哋咧去錄製呢個嘅聖誕前夕。嘅平安夜嗰個聖樂嘅崇拜，咁所以咧鼓勵弟兄姊妹咧可以喺12月24日8:00咁咧就撳入去咧，咁就有得睇噶啦啊！咁希望大家預留嗰個嘅時間啊，當中咧係有我哋語堂五堂嘅詩班啦、兒童詩班啦、守靈隊啦啊，亦都有咧信息嘅短講，咁所以咧鼓勵弟兄姊妹亦都可以邀請朋友咧一齊去睇啦。呢、这個禮拜二嘅婦女天地咧，係有Tina 博士咧，劉博士咧，係講一個好有趣嘅題目，叫左腦右腦看聖經。咁就算你唔係姊妹，你都可以去嘅。咁所以咧，弟兄姊妹都可以有個 Zoom link 咧，咁大家撳入去咧就可以睇到嗰個嘅講座噶啦。
另外栽培事工咧，大家其實12我哋嘅有主日學嘅，咁啊特別我想 highlight 一下咧，就係有啲專題講座嚇，咁就係咧喺6號同13號咧。就有第一部分的主題就是咧財產的規劃嚇，咁咧就另外20號同27號咧就是理財有道，咁所以咧我哋有專人咧嚟主講呢啲嘅題目，咁所以鼓勵弟兄姊妹咧，如果有興趣咧，就即管咧即係可以撳入去參加聽下學下嘢啦。在差傳和外展方面呢，有一些呢的計劃呢跟大家也都讓大家可以參與。第一樣呢，就是可以參與短宣中心的聖誕布佳音視像電話報道。啊，那個地區呢就是大多倫多的各區的，就會是12月15至23號，那可以參加一日或者多過一日都可以。咁嗰個詳細情形咧，大家可以睇嗰個嘅程序表，或者咧大家撳入我哋嘅網站裏邊咧，就可以睇多啲嘅資料啦。咁如果你要聯絡咧，就可以聯絡咧Elin Lee 姊妹或者 Jimmy Yuan 弟兄啊嚇。咁所以咧鼓勵大家咧可以咧去參與呢個嘅即係布佳音嘅一個嘅侍奉。另外咧就係今年咧，我哋有一個施比受。更加有福的聖誕禮物攬的運動，密浸今年跟 Flow Ministries 就合作捐贈禮物攬給 King Village 的家庭。 King Village 是萬錦市資助房屋的社區，其實跟我們的教會建築物很近的，當中大部分其實是那些邊緣的居民，在身體或者在健康上面是都有一些情況的，咁咧就佢哋喺經濟上邊咧面臨咧好大嘅壓力，咁所以我哋鼓勵咧，無論頂點嘅個人又好，家庭又好，或者以團契啊小組嗰個咁樣嘅名義咧，就一齊去參與送啲禮物攬咧俾有需要嘅家庭。咁如果你想聯絡，想知多啲咧，咁請你聯絡咧 Pastor Freddy 就可以啦。我哋11月份咧係同 Compassion Canada 合作啊，咁我哋都幾好啊，有咧相當嘅家庭咧係嘅即係嘅小朋友咧係被咧 sponsor 即係支持啦。咁但係咧雖然嗰個 link 咧即係特別個 link 咧係我哋已經攞走咗，因為嗰兩個禮拜擺喺嗰度啫。但係咧，我鼓勵大家咧繼續可以上 Compassion Canada 嗰個網頁裏邊咧，可以咧去 sponsor 即係去支持助養咧呢啲嘅小朋友。咁如果大家繼續想去揀翻我哋嘅重點國家尼加拉瓜又可以，如果唔係咧，大家亦都可以揀第啲國家嘅小朋友，同樣可以嚇。咁所以鼓勵弟兄姊妹咧繼續去做咧呢啲美好嘅事工。有少少行政上邊嘅安排，提一提。第一樣嘢咧就係今年嗰個嘅奉獻收據咧，如果計即係你點樣先算今年嘅奉獻咧，就有截止嘅時間嘅。咁如果你係即係電子轉帳嘅嚇 e-transfer 咧，就係12月27號或者之前咧，就算係今年嚇。咁咧就如果係現金或者支票咧，就係12月29號下晝5點或者之前咧，就算係今年。咁咧就當我哋即係計算曬嗰個總數之後咧，嗰個就遲啲到春年頭適當時候咧，就會有奉獻個收條咧俾大家啦。另外都是跟行政有關、同錢有關，就是如果你幫教會出了錢啲事工嘅，咁請你咧喺明年1月10號之前咧就好 reimburse 翻啦，如果唔係就後果自負啊。咁咧就即係鼓勵弟兄姊妹，即係有錢出咗要攞翻嘅咧，就快啲揾人簽名就交翻嚟啦。OK， 好。最後咧提一提咧，有一啲即係受浸同埋轉會或者咧係加入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咁喺啱啱過去咧嗰個會友大會咧已經通過咗啦。咁啊講多句啦，亦都好多謝咧即係喺即係嗰個嘅media IT 啊支援嘅弟兄姊妹，因為我哋上個星期日咧開咗一個好成功嘅網上嘅會友大會，出席人數咧都係好理想啊。咁所以咧即係再一次多謝弟兄姊妹咧，嗰個嘅侍奉嗰個忠心，亦都多謝咧弟兄姊妹一齊咧喺呢個艱難嘅時候都繼續咧出席呢個會友大會，商討咧神家嘅事情。
咁其他有興趣嘅事情、報告事項咧，大家可以再慢慢去咀嚼嗰啲嘅報告事項啦。好，咁我哋咧而家咧係一齊嘅同唱讚美詩。我哋同心领受从神而嚟嘅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赐恩给你，使佢嘅脸光照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阿门。